咱的民，愿我心中妙的想，这是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想。各位维新圣教二三级啊，书讯班的同修，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南无鬼谷先师。各位维新圣教第二三期的书信同学们，啊，今天啊，2016年中华民国105年啊，2月27日是我们新年度的书信上课啊。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尊天法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起在共修，一起在诵经念佛念咒，是为了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所以本维新圣教走了33年的岁月，所以在乙未年是33年整。啊，王禅老祖慈悲，给我们维新圣教啊定名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啊，为中华民国第28个宗教团体，啊，视为新兴宗教。但是中华民国的新兴宗教已经50几年没有新兴宗教，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一化开天，再化辟地。开天是要给众生有一个光明面，灵性的光辉啊，所以给我们颁授了维新圣教，要立教的条件，才法履啊，履嘞就是伴侣啊，伴侣就有修行一起修行的人。法必须要有自己的法，众生心灵依归的法。财要有道场，所以这个三宝我们具足了啊。在乙未年去年1月9日，我们成就了维新道藏15615卷为法，才到去年乙未年，在国内就有40个道场。道场是要财为资源，法也必须要有财来才能印制啊，所以财法都已经具足了啊。履啊，我们所有的修行者到目下啊，我们信奉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的有10万甚至是100万，这么多来信奉
黄禅老祖的妙法啊，确实能够普利人天。那么相对的啊，我们真天华子从民国72年啊的1月15日，现在20号啊，等整整33年，用3块钱的易经啊，3块钱的易经卜卦啊，小小的一间，一直跟各位续缘，一直正道易经和风水学和宗教三宝合而为一，才华女三宝立教的原则。再来啊，我们圣法贤圣，我们的圣心大智慧，华还是我们现在的易经啊，圣法贤给各位啊一个修行的身份地位名相为贤士。所以我们不是佛法僧，我们要必须要了解的就圣法贤，还有这个原则才能立教，而且本维新圣教33年来了啊，有从出生啊到中年、成年、壮年到老年，到最后到死，到往生回去了啊，这个都是我们基本的条件也都具足了。所以我们有一部啊，在去年黄禅老祖传的，就是我们往生之后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到百日啊，到周年、3年，还有回归列祖列宗祖堂上的，我们成就了这一本黄禅老祖所开示的祖陀流芳啊，任何人都逃不了离不开祖陀流芳这本华宝。现在在出版社啊，可以买回去，可以请回家放着，你要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不用你就吃到300岁啊，那个300岁以后，因为龟息，我们在千楼禅堂，这里是一个大乌龟，啊，龟息，各位在这里哈，龟息嘞，这个息嘞，实习的习，啊，龟息法研究修行长寿之道。但是300年后还是要用得上，所以祖陀流芳这本妙法，这都是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圆满具足了宗教的条件、立教的条件。尤其这个法的殊胜，确实非常不可思议啊！才我们开经济易经新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啊！过去的经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很难去遇到的妙法。那老祖开示了啊，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现在今天已经重现出来了。我今勤习诸妙法，愿除功德相，这回向。我今勤习这些妙法，易经心法啊，风水妙法，宗教的圣法，我们都要回向。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贤士同修们，书王善诸事，善信大德文，我们要珍惜，要感恩王禅老祖的。而也因为我们这样子在台湾33年了，到现在已经立教了，啊，法有15615件的法，包括今年丙申年，啊，1月9日又继续，啊，开卷有1377卷，合起来16000多卷，这都是法，啊，而且是开5000年来最圆满的圣法。啊，所以我们在去年7月24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八卦天心妙莲台，每年的7月24日都是我们的维新圣教的圣日。啊，所以在八卦圣城的时候，有我们所有法师诵经感恩谢天恩禀报。啊，在去年乙未年7月24日，我们在规划院有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李鸿茂教授，啊，他来做的宗教调查。新兴宗教的调查的时候，王禅老祖开示说，明年丙申年是第34年，立教第34年，所以要走向国际，迈向国际。啊，我也遵照老祖开示，转告维新圣教学院陈立岳院长，告诉说明年开始我们的法门要转向国际。我也向我们博士班，维新博士班56位的博士班的同修法师呢，开示维新圣教的法门，啊，务必在今年2016年要迈向国际，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是我们这一生的，大家有缘的，分布在地球任何一方。啊，尤其呢，我在民国71年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当我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他啊跟老祖说，你跟我有约，要度500位尊者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成就成佛。啊，你都没呀？啊，哎呀，我不知道，我没跟你约束。啊，你敢说这样呢？我哪对啊？所以为了这样呢，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又在投胎转世为啊阳公老文，在台南归仁乡啊，杨虎啊，在家修行成就了，为台湾第一代祖师。啊，然后他81岁涅槃了，啊，他又马上又回来，
一直在等着王禅老祖，老祖没有等到，哦，所以他即使是往生了走了，他没有回去极乐世界，他就还在啊台湾这块净土，在空界来回之间在找王禅老祖，要请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啊，王禅老祖才是他不要来啊，那不要来呢啊，王禅老祖说你跟我找一位跟我非常有缘的啊，我才要下来，我也不懂得王禅老祖是谁啊，那就开始找我了好多年。开始找我的时候我就接触到易经啊，易经和风水学啊，宗教完全一场。啊，所以我就啊，我鬼，等到民国七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啊，开始大便，肾脏萎缩，东奔西跑啊，到处求医找不到了，后来才遇到啊我们的台湾祖师，人家朋友介绍，所以我才续下这个缘，与王禅老祖终于被找到了啊，王禅老祖找到了我，我你找我找我，你和我属于怕损失的好，我不叫我的道主啊，观世音菩萨就说了，你属于损失啪啪走啊，就开始啊五花八门的绝招都来了，所以把你身体弄坏了，你才会珍惜啊，你才会知道好修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变得没路好走啊，啊，就按照台湾祖师阿弥陀佛开示了，怎么修怎么念佛，好好修啊，而且在民国七十二年的一月十五日开始要行道啊，那我就不敢违抗抗旨啊，就开始行道，到今天来三十三年啊，这三十三年过了，三十三年之中到底蕴藏了多少的天机密，蕴藏了多少玄机啊，这是没有办法用嘴来讲，也没有办法用手来写啊，讲到完写到完又是下辈子了，所以在三十三年来啊，就真正老祖开示一面上课，将世间法全部借由大家共修上课的在里面全部讲出来啊，供养给法界，然后圆佛法师他才看到这一点呢，遵照王禅老祖开示开始大集结，才有今天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维新道藏的法宝。那么过了三十三年，有什么让我们值得去回味呢，或是生信心呢？所以在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啊，老祖师尊开示今年要开始迈向国际，我说国际怎么出去啊，光一个 yes no 跟欧格浪我来没就没晓得来就有，我欧格浪耳边听到一句来就有，我想奇怪没人啊，来就有，来就有啥意思，没问题啦，好，欧格浪呢哈哈，做到啊！所以在去年的十月，国历的十一月份，李副总统啊就来到宣佛寺，我们在三十天的法会
啊，郭董说他今年要办一个亚太宗教自由论坛，有26个国家，有99位啊的宗教界领袖，韩国国会议员都会来参与这个亚太宗教论坛，啊，要我们也邀请我们维新圣教来参与，我一口气我答应好。啊，好了之后呢，就开始积极的筹备，啊，积极的在准备啊各种我们的人才，尤其呢有26个国家，98位的宗教领袖，除了台湾的宗教领袖呢，啊，讲我们中国国语以外，其他都讲 yes no， 啊，欧格兰。啊，这那一些话语我们阿天雷，还好有我们的师姐师兄啊，都英文很好，会翻译，所以我们在今年啊2月17、18、19、20啊这个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啊，展开这个论坛，尤其呢我们在准备的过程，我请圆义法师当执行长啊，我们圆平法师呢负责啊这一个啊服务和运作，还有陈立业院长呢来负责啊，将我们的教文把它翻译为英文，尤其我们这一本啊，我们这一本呢啊，这个维新圣教的教义啊，我们就啊把它翻译成英文，还有各种的英文，还有解说员要来参观我们禅寂山仙佛寺、总本山的环保道场，哎呀，培训了70几位啊，善于英文、语文的我们的同修子弟，我发现我们同修的子弟啊，英文天分、天才好多很，一大群。不是一大堆，一大群，哦，我很高兴，所以就参加2月18日开始论坛，啊，这个开典礼，啊，典礼呢，啊，我们本教要准备祈福文，如何祈福呢？啊，等一下呢。就来为各位啊专门来介绍啊这个亚太宗教论坛的序。本段节目由诚义工业有限公司全体员工赞。各位维新贤士，好事多磨，尤其宗教的弘法立身所遇到的各种的障碍会更多，就是有历史有天地以来，这是不灭的定律，所以我们要了解未来你们要弘道弘法立身，必定会碰到很多的磨磨考考和障碍啊，当我们本维新圣教决定与李前总统秀莲女士和美国南托斯啊基金会
国会议员，还有联合国对华啊援助协会，而且台湾宗教联合举办啊，台湾宗教呢，宗教界很乐意的一起要参与举办这一场会议，结果全部都筹备了啊，很完整的时候，好，魔杖来了，有一个独家报道，就报道李副总统要亚太宗教自由论坛维新圣教混联禅师全心全力又出钱护持啊，共同协办啊，那这个报纸独家出来了啊，感应到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一些高级官员们开始关心和关怀本维新圣教啊，说你是宗教为什么要跟政治绑在一起，我是很奇怪的，而且意思说你最好不要参加，若是参加了以后怎么样结果呢，当然没有讲嘛，你们自己想好好，所以我笑一笑，宗教是自由，国际的宗教领袖来，上帝的爱心，老祖的慈悲心，诸佛菩萨的爱心，希望世界和平。当然呢，啊，我就很感恩的说谢谢你的提醒。啊，宗教是传达上天的旨意，希望人类和谐相处，和平相处。那天下一家亲啊，就没有再关心了，再关怀了，也再没有关照了。我尽量要放大，要爱心，要慈悲啊，不要那么狭隘，用斗争，这不是中华民族都是优秀儿女的心态和心念和行为。所以我们成立维新圣教，要以世界各国26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宗教领袖代表啊，一起来到台湾，由台湾做基地，因为台湾的宗教是自由的啊，所以台湾的宗教是安定人心、尊重生命、尊重人性的上圣心法啊，李副总统是要让这些遭到宗教迫害啊，宗教不平等啊，那这个这一些国家们一起来台湾讨论如何进行啊，这个到世界和平啊，天下一家亲。所以我们18号开始了啊，18号那一天早上9点开始啊，由基督教还有教廷啊，还有道教的跳三太子啊来开场，就轮到本维新圣教来作为祈福。所以我带领了我们维新博士班56位的博士同修一起来供念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啊，这个祈福的活动啊，那所以我就拟了一个维新圣教啊亚太啊宗教自由
维新圣教祭啊祈福文。好啦，就是恭维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未来我们所有维新圣教的过去，若有真圣鬼谷子，是问号的语气啊，和祈愿的语气呢？那么今天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下来了，所以全部新的开始。以后我们就念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祈愿呢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祈愿的这一次亚太宗教自由论坛的啊重点，就是两个，一个遵照王禅老祖天意，啊，再来我们祈愿的世界和平的祭文，啊，辅以自心上情，啊，这一段呢，都是由我们的法师们一起来共念，啊，上情，我们以后你们要写文书要祈祷的时候，都要上情，上情，请天神。为上情，好，何乐为？未使叫做上请，上请的物件，是的，上请，上请，听懂吗？让我听，上请，上请，哦，就是这样，上请上去哈，啊，那么大慈大悲啊，南天三十三天玉皇上帝。好，大慈大悲的，好，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大天尊，啊，大慈大悲，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称为中天呢？西天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释迦牟尼佛，他是。中天的教主，他有化验就到地球上成道成佛了，所以为中天教主释迦牟尼佛。还有呢，叫做释迦牟尼文佛，道家在啊恭敬的时候，释迦牟尼文佛啊，那我们就直接称释迦牟尼佛，好。啊，大慈大悲的道教教主太上道德大天尊，太上道主就是道德大天尊呐、啊。啊，大慈大悲，啊，天主上帝，天主就上帝，啊，这个都是啊西洋他们的尊称呐、啊。啊，大慈大悲。啊，这回教阿拉尊主，阿拉，哦，阿拉尊主，那因为宗教要融合了，我们就不分教派教别，啊，不像说我们桃园道场，啊，中立道场啊，啊，我们要到楼下去拜佛，啊，他们的。啊，这个修行的同学说，你们不能来拜我们的佛祖，公然啊，维新圣教不用去拜人的佛祖啦，佛祖是因的呀、啊，那废话没有智慧啊，神经病啊，我们在公不用来拜我的佛祖，啊，所以佛修起来不像让说明某某人的工具耶，和呢透视和差使啊。那都错了，都不对，所以王禅老祖是大家的普天下龙天护法诸天圣神啊所共同尊敬的啊，我们不要像一般的宗教啊，你不要拜我们的阿拉哦，这样的话一来呢，宗教战争就来了，很没有智慧的几个人把神位全部拿在地上打，很不好啊。好，再来呢，我们就今天祈福的目的
啊，今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宗族混联等啊，那率领维新贤士代表啊，于2016年2月18日当下此时，各位同修，以后你们念祈祷文的时候，你说几点几分哦？你只要表我提起来看，那几分啊？哈，这下几分啊？我也可能无准哦，你也可能无准哦。那这种大你还修什么？当下此时，当下出席啊！当下此时可以是明天的，现在当下，一千年后也当下。啊，听有无？啊，这样呢，你的心把地球包容起来，法界全部包容起来，就当下此时啦，哎，啊，这千心啊，身口意，为什么身？我们的身体，我们口念的意念，身口意三宝，身口意啊，这个供养祈愿。加持啊，化解世界人类啊之争讼与战争，这是我们的开宗明义的祈愿啊。那并祈愿啊，天灾永息，天伦永息，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私心的祈祷啊。再来啊，用爱包容。以慈悲心相亲相扶，啊，以礼相互尊重生命，啊，以和平，啊，相处，啊，共同成就维新净土，啊，净土维新净土世界以极乐净土。天国净土相辉映啊，那永无人类无名之战争啊，共同成就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以为众愿，这是大家的愿望啊。上来真情上扬见闻。见闻这什么意思？我们有形的人，你看到了或听到了，天神、龙天护法，你当下观照到了，所听到的，就是以上我们所禀报的，上来真情，上来都是真的，我们由内心发出来的。上扬，上扬，这仰仗啊，前面是上情，来这仰仗啊，上扬见闻世界永和平，好、啊，维新圣教宗族混联参师率，维新贤士代表寇森啊，天令岁次丙申年元月十。一日，好，就2016年2月18日。所以我们在念这个祈祷文的时候，祈福文，当下，啊，我们你看这一张相片，哎，好节奏，啊，这个是我们维新博士班。同修，我们法师文殊道堂住持法师在这里，师父带领念了祈祷文、祈福文，然后上面照相起来，举起来一个这么大的灵光，灵光就是太阳啊，叫比如周那佛，也比如周那佛就大日如来，当下来见证。
见闻啊，照相照起来洗起来啊，这个不是电灯，不是灯泡哎，啊，这个就是神光，比如诸那佛的光，每个人灵性的光，地球64亿人们内在心灵的本尊元神之光，啊，又有如啊，我们在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1月1日的时候，啊，祭祖的坛城，啊，三足坛城上面照起来，下面洗起来，这个光这么强的亮，这么大的灵光，这不是相机有问题，也不是上面装了一个大灯泡，这个将近有27米这么宽，啊，那么你这个呢？像照起来，这个最起码有15米，你哪一位你可能装电灯泡，装15米的大灯泡有没有？哦，这个就是我们所办的事，上达天庭，宇宙虚空，诸天圣神佛菩萨都来光降，来当下性，来加持。万点必能满我们的愿呐、啊，所以这一次的论坛，因为时那个空间不大，啊，礼堂不大，只能容下100-200位，所以我们微信显示书信处的华讲师、法师能参加，讲师啊准讲师没有办法参加，原因在这里，啊，不是我们不给各位去参加，尤其必须要给大家。有这个增广见闻，世界啊那么大，我们不要只在这里给小鼻子小眼睛。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的决定，老祖必定有老祖的道理。啊，我们就依教奉行就好了，啊，就不要用赖了，到处谣言散播，师父不公平。你们有没有收到？有啊、哦，啊，这非常不好的啊行为啊，啊表现方法啊，要了解啊。那我们那论坛3天的论坛，我找出一个答案了。好多国家都受到宗教迫害，啊，一直在埋怨的，不知道怎么办，是来求助求援。不是在求的经济援助，啊，他为什么很多百姓都会很贫穷？想一想，你们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唯心圣教里面才能解决，唯心圣教才能解决。你看，哦，所以硅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就是要解决天下的好不和谐。所以各位大家都是唯心圣教世界和平的工程师啊，好好修行。好啦，有这一次的宗教论坛都很高档，我也就在一直在想尽办法，明年我们要办一个世界宗教论坛，由本唯心圣教来主办。那么这一次亚太宗教自由论坛，台湾很多宗教界的啊附属参与，原来参加了，后来接到啊很多啊国外的来关照关心以后，全部都打退堂鼓，只有我没有路可以走，我就挺到这样啦。啊，我们大公无私，这是一个魔杖，给唯心圣教成就唯心圣教为。今后世界和平一盏灯茶，所以我这一次的啊、宗教论坛，我们请明道大学时尚系的林淑慧啊、教授带领25位的同修同学呢啊作为招待，啊，我们唯心圣教书信同修们也20几位一起参与招待。啊，这都是非常的圆满。我们这是代表中华民国，
代表台湾不是代表某某人呐、啊，啊，代表台湾，代表中华民国的啊尊严，所以我们要全力护持。到20号，啊，就要来参观各道场，啊，就来参加宣佛寺。那一天呢，啊，早上刚才圆教法师跟我报告说，10点的时候，哇，满山都是鸟。从来没有这么多叽叽叫叫叫，到处都是鸟都来了。鸟来了是什么？是代表世界各国宗教领袖他们的龙天护法啊，他们的众生全部先来先佛寺啊，那么多的98位这个宗教领袖来到先佛寺，看了都非常的赞叹啊，就。啊，罗马教廷呢，啊，那教宗派了一位他的枢机主教呢，来台湾，啊，也来参加了，啊，他看了一看呢，非常羡慕，啊，维新圣教新兴宗教竟然能够这样，啊，能够以世界和平，啊，为宗旨，他也很希望我们能够交流，美国，啊，他们的国会。议员啊，这个基金会等啊，自由之家，美国的自由之家啊等等单位，也希望我们维新圣教未来能够走到美国到各地，能够弘法利生，共同来转正世界和平的法轮。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平台，王禅老祖师尊好，给我们的机会，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书信社同学们、啊，书信班的同学们，好好啊，加油！希望我们当下1350位的都全部能够成就为未来都为维新法师啊，祝福。本段节目。